品三昧品，现象作证。哎，第八句啊，第八句，称、嗯、赞一切菩萨功德摩尼。 这一句境界也非常深广啊！菩萨是在因地，如来是在果地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这个因地比果地。 还要重要啊！我们想修行正果，到哪里去学呢？一定要向菩萨学啊！菩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在佛法里面啊，就表法的意趣来说。 佛代表啊，信的菩萨代表修德。啊，信德是一切众生平等居住。啊，所以本经。 出现品里面，佛讲的很明白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啊，平等何以变成不平等呢？啊，佛说了，但以。 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。啊！你看，一句话，把我们现实的状况就说得那么清楚啊！啊，那么为什么有九法界呢？有十法界呢？有无量无边法界呢？ 那是因为一切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啊，啊，种类不相同，前身不相同，广狭不相同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化成种种无量无边的法界。 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，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了，哎，立刻呢，这无量无边的法界就恢复，又变成了一真法界了。所以，无量无边法界还是前面一句讲的种种变化。 啊，这个是讲大分的变化了，啊，无论是大分，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细分，总而言之，一定要晓得它是刹那刹那在变，啊，把烦恼习气、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，就没有变化了。 没有变化的境界叫一真啊，一、啊、真唯有如来果地上真的啊，所以《大臣经》上常说啊，为佛一人。 居净土啊，啊，那是真净、纯净呢，没有变化。啊，菩萨所居的净土是变化的幅度很小。啊，我们求法界凡夫啊，这个变化的幅度啊非常大。啊，因与果。 我们都要晓得，都要明了。那我们学佛，菩萨是我们的榜样啊。我们先要说说啊，菩什么是菩萨的意思，不能不搞清楚啊。 菩萨是梵语，菩提萨陀。啊，我中国人呢喜欢简单，把尾音呢都省掉了、啊。菩提我们称菩，萨陀我们称萨，尾音都不要了，啊，简称为菩萨。 翻成中文的意思啊，古时候翻作“大道心众生”啊，沙陀是众生呢、啊，啊，菩提是觉悟啊。 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，啊，心仪》、《翻作觉有情，啊，这个心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啊，玄奘大师以前佛门称为古疑，啊，古时候，啊，玄奘大师称为经，啊，玄奘大师翻为觉悟的。 有情众生啊，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。鉴别我们一般凡夫不觉悟啊，啊，凡夫觉悟了啊，就成为菩萨了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菩萨是人呐、啊，不是神呐、啊。 啊，也不是仙啊。神跟仙没有觉悟，还是凡夫；他要觉悟呢，也成菩萨。啊，这个关键呢，在觉。啊，但是这个觉有标准。 啊，我们通常你看，一般呃，出家在家的同学啊，受了菩萨戒了，这一受菩萨戒了，那都称你做菩萨了。啊，你真的有没有觉悟呢？不见得。啊，如果你没有觉悟啊，在佛家称为你叫名字菩萨，啊，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了吗？ 你有菩萨之名呢，但是没有菩萨之实，你没觉悟啊！你还是有自私自利，你还有名闻利养，你还有贪嗔痴慢啊！那你是凡夫啊！啊，虽是凡夫，做名字菩萨了。 也不错啊，也有好处。好处在哪里呢？你总动了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我想做菩萨，我想觉悟。虽然还没有觉悟，你动了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好啊。哎，就是你已经有求觉的这个意愿。 一般人还没有这个意意愿呢，你已经有这个意愿了啊！这个意愿是一个开端呐。如果这个意愿能保持不失去，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，你这个位置就往上提升了啊！观音菩萨。 这个观行是什么？是你很认真的学习菩萨了啊，那这就具足菩萨功德了啊。但是这个功德是很微弱啊，真正讲那是微不足道啊。 你真肯学了，从哪里学起呢？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开出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禁。 啊，是《弘誓愿》里面讲的无量法门，这都是真的，绝不是夸大的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说的，无量法门是对尽虚空遍法界。 像我们在这个经上常常念到的“世界海微尘数”，插图啊，那就是无量法门了。这么多法门，我们要从哪个法门学起呢？啊、得看个人根性。 看个人的缘分啊，你喜欢哪一个法门，你就好好的依照这个法门咻咻学学啊。学定之后啊，不要改变，不要看到其他法门哦，你就心动了，你就又想学了，那是错误的。要记住。 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的教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真正的用意，就是教给我教导我们一门深入。啊，选定了不要改，不要改变，啊，你会很快的成就。 如果你改变呢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啊，纵然有成就啊，你走迂回的道路啊，你走很多冤枉路，啊，把你达到终极目的地的时间呢延长了。啊，我们要相信。 佛的教诲，啊，佛句句话真正是爱护我们呐、啊，真正是希望我们成就啊，啊，而且希望我们快速成就，慈悲到基础啊。 决定没有害我们的念头啊，决定没有害我们的、没有障碍我们的做法啊，我们感恩呐啊。那么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，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我们选的是净土法门。 净土法门里面，我们又选择的是持名念佛的法门，这个方向正确。啊，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、菩萨慎众啊，劝导我们。 学习的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真正是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啊！啊，稳当快速啊，学习容易，成就不可思议。 这些话我们听到了，非常欢喜啊！可是你要懂得怎么个修学法啊？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修行的基础。 不要忘记，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教导唯提西夫人的话。啊，这一段开始非常重要，啊，关系我们这一生。 修行的成败啊，我一提西夫人选择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、啊、这跟我们的愿望啊完全相同啊啊，那我们看看他怎么修法。 佛教它先修基础啊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《弥陀经》上讲：“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”由此可知，这个基础啊，就是善根福德因缘。 佛对维提西夫人很具体的说出来啊，善根福德是因缘，就是佛所讲的敬业三福啊，就是这一段的开始。 经文总共有三条，是一句。啊，第一条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。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很认真去学习啊。 啊，为什么？佛在经上介绍的说的很清楚，西方世界都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。如果我们不是上善之人，怎么能到极乐世界？啊？ 到极乐世界看看，人家都是上善之人，我们的我们自己不善，跟他们在一起，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，啊，也觉得格格不入啊，啊，所以世尊是先教导我们要培养上善的条件啊，这个上善的条件是从孝亲。 尊师做起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目的是做佛啊，啊，做佛先要做人，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做佛呢？啊，这个一定道理啊。 你一定要做到人中之好人呐、啊，好人里面的好人上山呐啊！所以不能不孝养父母，不能不奉事师长啊！这个敬业三福。 我过去曾经详细讲过，啊，大概是由这个录音带、录像带流通，啊，诸位可以去找，啊，多看看，多听听。 我们应该怎样落实？啊，这个三条十二句讲了好几个重点呢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在澳洲办了一个金钟学院。啊，我们学院课程是以这个为基础。 敬业三福，我们用多长的时间来学习呢？用两年,、啊、年，务必要落实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这两句，我们要怎样去做法？我们采取儒家的《弟子规》啊，现在《弟子规》。 已经翻成英英文了，啊，还要把它翻成越南文，因为那边越南同学很多，啊，英文本地现在已经流通了。 落实这两句《弟子规》的内容，就是在家里啊，做一个孝顺的儿女；在学校里啊，做一个好的学生。啊，就是孝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啊，真正把它做到了。 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这两句呢，我们落实在十善业道经。啊，这个经，这部经，在去年详细的讲过一遍。 啊，有光碟流通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，要把它做到啊，落实到自己实际生活当中。啊，这是第一条啊，啊第二条。 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为宜。在家同学至少要学习。 《无界相经》前要啊，三规传授啊，三规传授，我们有录像带，也有文字的教材。 出家的同学一定要学沙弥律啊！我们要求的水平不高啊，最低的水平：沙弥十戒、二十四门为。啊，一，要求。 居足中介，居足就是这十条街圆圆满满了，不犯违二十四门为一，都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、处事待人接物。三福最后的一条。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这一条呢，我们落实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。地是我们的心地呀，藏是心地里面的宝藏啊。 我们要借助这一条的教诲，这一条的四句，就是《地藏经》的宗旨啊！我们要从《地藏经》里头来学习，来开发新的宝藏啊！所以这个课程我们。 一定要在两年,年当中把它完成。啊，佛讲了这三条啊，是三世祝福，敬业正因。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重，多么重要啊！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祝福，从我们凡夫修行做菩萨。 将来成佛啊，真正的因啊，根本的因就是这三条。所以这三条呢，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都是以这三条为基础啊。你没有这个基础，你就不能成就啊。 好像盖房子呀，这是地基呀、啊。无论你盖什么房子，地基是一样的啊，基础一定要坚固啊。啊，有了基础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学这个法门呐、啊，啊，净土法门。 净土法门所依的这个经典啊，我们讲课程呢、啊。现在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有五经一论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是净土的概论呢、啊。 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啊，这补充的内容啊是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是方法啊，更详细、更深入的为我们。 解释了。第三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，这个经呢是劝导我们修学净土啊。经文不长啊，四次的劝导啊，真的是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所讲的，所以一二三，三个二四。 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啊，劝我们学了他们，啊，最后还举出六方诸佛赞叹，啊，玄奘大师的一本是十方佛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是也是十方佛赞叹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。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劝我们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样恳切的劝导我们，不容易呀、啊。 啊、这个是经中三经啊，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的。啊、如果说在一般讲经附带介绍净土的啊，那在大藏经里的至少有一百多种啊，真的佛是常常讲、啊。 这个三经，第四部经呢，是清朝咸丰年间魏墨生去世啊，他把《华严经》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就是四十华严最后的这一卷。 附在三经后面，就变成净土四经啊。如果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啊、光绪年间木刻的版本，《净土四经》就是。 为陌生，取这个本子附在后面，变成四经啊。他这个做法对不对呢？非常正确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一展开经文，头一句，佛就说了这个。 无量寿会呀，里面的大众啊，行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你才晓得净土法门跟普贤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。 他们在那里修什么法门呢？通通是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是《华严经》啊所以乾隆年间，彭绍生居士那是了不起的一个大居士。 通宗通教啊，他说：“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也。啊，那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。” 他把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华严经》看成完全平等，啊，只有说得多跟说的少，啊，一个细说，一个略说，《无量寿经》是略说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》啊是广说，是细说。 啊！我这次在日本，有一位日本法师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一生学净土，你为什么讲华严经？”啊，我就告诉他：“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。”他听了点头，哎，他说：“是，我是听人家有这种讲法。” 啊，华严是细数无量寿经啊，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将普贤行愿品啊，这个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附在三经后面，很圆满呐、啊，很有道理呀、啊。 很有必要啊！啊，四经流通到民国初年，啊，印光大师将《楞严经》里面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这一段的经文，又附在净土四经后面。 就变成了五金了啊！我是看到印光大师这个做法，我有了悟处了啊！因为在往年，我在台中跟李炳南。 老居是学经教，楞严是我主修的一门课程，啊，我自己也讲了好几遍。一九七七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就是讲的楞严经，讲了四个月，啊，前面两个月。 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讲的，后两个月在南塘道光明讲堂讲的。啊，当年香港有一位熟人烟王。 海仁法师，他老人家还在，那时候九十多岁，我去拜访过他。啊，他一生专攻内眼，专红内眼。啊，他的学生啊，大光法师跟我非常。 要啊，现在也都不在了啊。往年我到香港来，啊，一定会跟大光法师见面，啊，会跟圣一法师相聚。 印足这个做法提醒了我，啊，我对于《大事之元通章》特别用心去观察，啊，真的被我看出门道了，因为。 在过去，我们没有留意到，总感觉到二十五元通章里面呢，观世音菩萨第一，特别法门呐！啊，大师智菩萨圆通章说了，不晓得大师智菩萨圆通章也是特别法门。 也是第一印足没有这个动作，我不会发现的。粗心大意观音菩萨圆通章很容易看出来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二十无圆通啊，它是排列是有顺序的。 依照顺序排列，这是普通法门；不依次的排列，特别法门、啊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，他排列的方法呢是六根、六十啊，这个六根六尘六十，七大。 啊，前面三六十八了，加上七大，二十五啊。啊，七大的排序呢？这个顺序呢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啊，按照这个顺序的。观音菩萨如果按正常排列，排列在第二位。啊，六根嘛，眼根，第二个就是耳根嘛。 啊，在底下逼蛇身嘛，他应该排在第二位，但是，他把它摆在最后，这个太显著了，一下就看出来了，啊，看出他与众不同，啊，他排到最后去了。大师智菩萨圆通章，要是按照顺序来排呢？ 他应该排在第二十四位，按照顺序排。啊，二十四，它属于七大。的啊，七大里面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界。大势至菩萨，根大是界，最后一个是十，十是弥勒菩萨。啊，弥勒菩萨最最最,最后。 他在弥勒菩萨之前，但是实际上在经典上看到的呢，他排在弥勒菩萨的后面，弥勒菩萨跟他两个对调了，这个对调的幅度太小，不容易发现啊！不像观世音菩萨那个那个太明显了，从第二位调到最后太明显了，他这个从第二十三。 啊，这个二十四跟二十五两个对调，粗心大意的人会忽略所以我看到啊，二十五圆通章是两个特别法门呐、啊，不是一个啊。啊，那两个特别法门为什么大师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放到最后呢？ 啊，不放在第二十五，他放在二十四呢？啊，把观音菩萨放在最后呢？这个这个问题文殊菩萨在《简选圆通》里面呢，跟我们解答了。此方真教体呀，清净在英文。观音菩萨耳根呢？ 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非常相应啊，也就是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看东西看不清楚，他听得清楚。 观音菩萨善用耳根呢，娑婆世界众生善用耳根，所以最契机了，把最契机的放在最后，啊，切娑婆世界众生根基。那何以又把大势至菩萨也列入特别法门呢？啊，摆在第二十四位，大势至菩萨。 念佛这一个方法呢，能起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之机啊！既然起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之机了，当然包括我们。所以是二十五缘通的两个特别法门呐、啊。 我是从印光法师把它列在五经的后面呢，我才恍然大悟。然后仔细再读诵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文字不多，比《般若心经》还少啊，《般若心经》两百六十个字，《大势至圆通章》两百四十四个字。啊，我读了之后啊。 我发觉的这一章的经文呢、啊，这是净土宗的心经，那个功德之殊胜，绝不在般若心经之下。啊，般若是大般若的心经啊，啊，精华了。啊、大师之圆通章是净土宗无经。 议论的精华，啊，你别看他字少，不可思议，境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！那仔细这样去观察呢，可以说，它是一大藏教的心境。经中。 修学依据的经论呢？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是大圆满了，不必再附带其他东西了。啊，一论往生论，天亲菩萨做的。啊，这一部论是天亲菩萨自己。 修学的心得报告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。啊，天青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，我举这一段呢来说菩萨功德了。 啊，那我们今天晋宗学院啊，我们要顾名思义，我们这个学院是培训晋宗修学弘法人才啊，所以我们有两年基础教育啊，基础实在讲就是完成净业三福，落实净业三福啊，然后有三年正科，这三年呢就是要学。 五经一论啊，净土中所依据的经论呢，那通通都要学习啊。然后再有四年的时间，在五经一论里头专攻一门啊，用四年的时间是专攻一门。啊、九年呢、啊，这样下来。 你可以学习敬宗，可以弘扬敬宗，啊，可以担任敬宗的教学了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办不到啊！我把这个时间呢，已经缩到最短了。 不能比这个更短了，更短了，决定不能成就啊！没有法子，说的再短了、啊。这次我们在日本比瑞山参学，啊，听到比瑞山从前的日本祖师大德在山上修学的期限，最少的十六年。 我们今天几乎是打对折了，九年了啊，不敢讲十六年了，讲十六年怕的现在人没有这个耐心呢、啊，听说十六年他不来了，啊，九年也许还会有人来，啊，所以我想象呢，将来我的学院。 学生人数不会太多，啊，好了，能够有二十个人呢、啊，哎呀，那我就非常非常满足了。啊，谁肯以九年的时间来学这个法门？啊，九年不能下山呐、啊，我们没有寒暑假了，没有过年了。 过年放个假回家去看看不可以啊！九年不能下山，你才能成就啊！你没有这种恒心，没有这个毅力，你怎么能学成 自己修学有了成就了，才能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行菩萨道啊！啊，菩萨道里面总纲领、总原则就是四摄六度。 这是菩萨真舍功德修学的总纲领啊！啊，四舍法四条：布施、爱与、利行、同事。啊，这个四条要用现在的话来说。 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搞公共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啊，用佛法这个术语来讲呢，摄受众生最高指导的原则。 啊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怎样能处得好？你只要把这四条做到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第一条，布施、啊，这个布施跟六度里头的布施不一样，啊，这个布施我讲的很多啊，就是多送礼。 多请客啊！人与人之间往来啊，啊，礼多人不怪嘛。啊，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夫妻呀、啊，夫妻要、啊、能够白头偕老，要懂得四舍法了。 啊，先生常常有小礼物送给太太，太太也常常有小礼物送给先生。啊，常常送礼，常常请客。啊，平常在家里头，太太烧饭呢，请先生呢；先生也可以常常一个星期一两次到外面请太太到外面吃饭 你把这些事情啊、哦，看这个是小事啊，但这是基础，你们和睦的根就在此地，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扩扩大之后，你在社会上，啊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啊，你是老板，你用这个。 这个呃，四摄的这些布施对待你的员工，啊，我是员工，员工我用四摄对待我的同事，你这个公司上下和睦啊，啊，扩展到国家。 啊，国家对国家这个外交要懂得四舍法，过与过的关系和睦啊，啊，能够化解一切冲突，化解一切疑惑，啊，就能达到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。佛的这个。 但是这种交际啊往来的这个指导原则高明到极处啊！我们接着呃讲这个称赞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。前面跟诸位讲到啊，菩萨心里头。 最重要的这个修学要领啊，是怎样跟一切众生永远保持良好的接触啊，或者说是保持最好的关系。 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。如果关系处不好，他就不会接受你的教化。啊，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你就没有法子去落实。四摄头一条是布施。 这个意思前面讲过了，啊，不再多说了。第二呢是爱语。中国古德常讲，言语是祸福之门呐、啊，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呐。 古往今来，许许多多的灾祸、啊，从哪里生的？都是从言语。正是所谓“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”。啊，说话的人没有留意到啊，随便谈谈呐、啊。 但是听话的人呢，他把你的意思错会了，啊，产生误会，啊，造成隔阂，啊。 造成对立，造成仇恨，造成冤冤相报啊！实在讲，起因真的是微不足道啊！啊，所以言语在儒家呢，列入重要的。 教学课程，啊，孔夫子教学四个科目啊，第一个是德行呢，第二个就是言语，啊，古人重视啊，从小就教导你啊，啊，教你。 察言观色，教你言语要有分寸。啊，在什么场合，面对哪种人，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，啊，哪些话可以多说，哪些话要少说，哪些话可以深说，哪些可以浅说，要把分寸抓住啊。 大学问呐！啊，我们今天啊，有许多同学跟我讲，我们真的发好心啊，想替大家做一点好事，想替佛教做一点好事，为什么许许多多障碍啊？自己。 总以为啊，哦，众生没有福报，啊，没错，众生是没有福报，啊，那是一面的。你有没有自己回头讲讲呢？回头想一想啊，我自己做的好不好呢？做的圆满不圆满呢？自己如果做的不圆满，做的叫人家疑惑。 啊，叫人家怀疑，这个过失自己负责、啊，不能一味怪别人呐、啊！啊，一味去怪别人，就加重自己的罪过。 人与人相处，人与社会相处，非常复杂了。古人感叹着说：“做事难，做人更难呐、啊！”啊，这个都是千万年的、啊、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。 世间人常讲“好事多磨”啊，啊，为什么多磨？磨就是折磨，很难做啊！不要怪对方，要责怪自己，我自己做的不圆满，我自己做的。 不够好，这样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啊！你这个路啊，越走越光明啊，越走越通达了啊！事事都推到别人，你的路越走越窄小，越走越走不通，那叫死路啊！ 孟夫子说的非常好啊！啊，凡是行事遇到障碍、障碍了、困难了，一定回过头来问自己，反求诸己啊！这个是圣贤人说的话了啊！圣贤人的智慧呀，圣贤人的经验。 啊，言语太重要了。啊，四舍法里头，爱语，爱语不是甜言蜜语。啊，爱语是真正爱护对方，真正爱护对方，这个里头不完全是感情。啊，感情里面你还会做错事。 你还会产生障碍？要高度智慧，要高度的艺术啊！以高度艺术，那显示你高度智慧啊处事待人接物。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啊，我现在说是还有的涨呢，那是什么呢？我的智慧呀、啊，跟艺术还不不足啊！啊，我才能做到个六成七成呢、啊，我怎么能做到圆满呢？不断求进步，啊！ 不断的改过自新，假如能够达到八成九成，哦，那就相当自在了，障碍就少了，所以现行的障碍实、啊、在讲，是促进我们未来的大通，啊，如果现行的障碍呀、啊，也没把责任推给别人，那我们前面就不通。 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？啊，你们有一些同学，在我身边多年。啊，你看到我一生，啊，这个学佛五十年来走的路子，啊，讲经说法四十四年。 我的挫折、障呢，很多啊！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别人，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为什么让人误会？为什么让人家障障碍我？啊，为什么不能让别人欢欢喜喜来帮助我？ 不是他的过，是我自己的过啊！我在这个里头吸取经验教训，不断的改进，啊，这个路才越走越宽呐、啊！啊，这是你们有一些同学啊，常常跟到我的，你们亲眼看到的，你们怎么不能体会？ 啊！你们跟我没有学到啊！别人怀疑我，啊！别人误会我，别人轻慢我，别人招碍我，别人陷害我，我绝对没有意念呢、啊。 去想别人，想自己，啊，想别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啊，我对待他一定有过失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，改过自新，啊，我们才能够赢得。 大众的爱戴啊，才能够得到大众的帮助啊。我们以善心善行对人，人家不接受，不可以怪别人，一定是自己有过失啊。反求诸己就对了。 啊，要心平气和啊，决定不能有感情的冲动，你才有真正的智慧啊。所以，言语出自于真诚，爱护对方。 还要有高度的艺术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对人太好了，人家怀疑：哎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啊，你有什么目的啊？你有什么企图啊？你看，马上引起别人怀疑了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对方。 啊，我对他表示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分，啊，他只能接受一分，我就达到一分就值了，啊，不能搞得超过了啊三分四分呢，引起他怀疑了。啊，如果他要是有十分的真诚。 我对他，这个这个做到九分，我对不起他啊！为什么呢？我做的还不够圆满。佛法里面讲的关机呀、啊，那个关机是多么重要啊！啊，即有人，有实，有处所。 你看，我们讲经时候教学，至少叫你关机的时候，你要观察这三方面呢、啊，啊，对象是什么人，啊，是在什么时间，时间因缘，啊，是在什么处所，啊，时不同，处不同，你所表现的分寸就不同。 你想想，这是不是大学问？粗心大意的人，你怎么能做得到？这个学问叫实学啊，啊，真实的学问呢、啊？要多读书啊，啊，多读圣贤书啊。 啊，儒家的书，从前李老师为我们介绍的五种依规啊，四书五经，四书是要全读，五经可以选读啊，大成经典。 大乘经典里面，尤其是戒经啊，戒经里面有在家戒，有出家戒啊，出家人。 这两种都要读诵啊，至少要选读啊。在家居士，南山在家借贝兰那个好啊啊，是弘一大师编的。 啊，古人也有编辑，都不难得到啊。啊，往年在台湾呢，流通很普遍的、啊《大臣的经论》。 弘一大师为知识青年介绍的，就是《华严间素抄，真的是一部好书啊！包罗万象啊，应有尽有啊！你念了，会开智慧。 啊，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重视。啊，学习期间多听少说。啊，尤其是要听多听，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谈话。 这一点，现在年轻人疏忽了啊！啊，我这一代的人已经疏忽了啊！我自己是因为早年失学啊，因此求学的心切。 比一般人恳切多了，所以虽然没有机会读书啊、上学，啊，自己要找工作，要养活自己，啊，但是我在公余的时间，我没有浪费，啊，我都是亲近啊有学问、有德行的这一些好教授啊。 啊，有空我都去亲近他们，向他们请教，啊，多听他们谈话，我在这里头学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没有到娱乐场所去过，没有时间呢、啊。 啊、年岁大了的，这学会讲经，到处讲经了，也没有机会呀、啊。啊，到哪里学、游玩观光啊，没有机会呀、啊。啊，香港这个地方我很熟悉。啊，那是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在这边讲经，讲经的时间都是晚上，啊，每天晚上两个小时，啊，白天。 有一些热心的居士带我去玩，啊，所以香港拐拐角角地方我都去玩过，啊，不妨碍奖金嘛，啊，一天去玩一个地方，啊，或者两天出去玩一次，啊，不累呀。 言语要懂得怎么去学。第三个，例行，行事，我们自己的行为，啊，造作，绝对是给对方有利益的，啊，那对方怎么会不欢喜？ 决定没有损害呀、啊，是有利益的啊！啊但是这里头，虽然我们是全心全力利益众生，有一些众生呢，他还是产生误会啊！你的深情，他怀疑。 啊，你的利益他要去分析，啊，你是真心还是别有用意，还是别有企图，啊，他不放心。这个里头就是我前面讲的，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。 决定不造成别人的误会，啊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呐、啊。啊，到底从哪里做起呢？从自己的德行、品德修养下手。啊，这个是要实践的，是要功夫的。 啊，是要你的诚意，啊，你的真诚，啊，你的毅力永恒不变，啊，时间久了，人家观察你，啊，观察你三年，观察你五年，观察你十年，观察你二十年，你都不变，你相信我。 喜怒无常啊！人家怎么会不怀疑啊？啊，谁敢相信你？啊？人之常情嘛，人通此心，心通此理嘛。 啊，随一个人有成就的人，无论是释法是佛法，他的心智是定的。啊，释法里头也是如此，他心是定的。啊，学佛的人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才会有成就。 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句，绝不是他对我有怀疑，我对他利益的事情我就放弃不做了，不可以，还是要走。啊，决定要利益他。啊，他现在误会，将来他会有明白的一天。 啊，那么他纵然有障碍，我们要有智慧技巧，哎、啊，避开他的障碍，哎、啊，减少他的障碍。我要把利益他、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的事情，一定要做好。啊，不是说有一点障碍我就不做了，那个错了。 此地有障碍，别的地方没有障碍啊,啊！这个就佛法讲了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哪里去啊？特别是学佛的人啊，从事于社会教学的人啊，学佛就是从事社会教育啊，社会教育，凡是教育都是多元的。 啊，你看看，啊，香港，啊，香港大学，啊，香港理工学院还是理工大学，你去里面去问问学生，绝不完全是香港人啊，啊，有从外国到这留学来读书的，那这不就是多元文化吗？啊，所以教育啊。 没有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啊，只要你愿意来学，学校都是接纳，啊，一律平等对待，啊，你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不是如此？呢？啊，在中国，你看北大、清华，啊，我都去参观过啊。 啊，我在那边设立有奖学金啊！啊，我看过他们的留学生宿舍、留学生餐厅、啊留学生的活动中心，来自世界各国。啊，所以社会教育是多元的。啊，这个地方有障碍，我到那个地方去。 啊，那个地方有障碍，还有没有障碍地方去？去处很多啊，不要执着在一个地方啊，执着这个地方，那你就生苦恼了。我那个地方做好了，还影响这个地方，啊，也利益这个地方。 平等的利益了，你说这多欢喜，这个多自在，啊，这做的多快乐，啊！又何况现在，我们大可以利用啊高科技，啊！现在我们用网络。 用这个电视啊，电视我们还没有用到这个卫星的传播啊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自己将来拥有一个卫星频道，可以对全世界播送的。 啊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，啊，我有这个愿望啊,啊，这样一来呢，障碍就没有了，啊，我奖金只在摄影棚，啊，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得到，这哪有障碍、啊？呢？ 人有善愿呐、啊，有愿必成呐、啊，佛讲的，佛是门中有愿必成，善人，纯善之人啊，决定没有利益自己的念头在，啊，全心全力利益众生呐、啊，续佛慧命，红发利身。 菩萨的功德菩萨的事业啊！四摄法最后一条是同事啊，同事就是我们中国古德所讲的和光同尘，一定要跟你打成一片。 这个是随缘随喜，做到最圆满的境界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在同事里头落实啊，绝不要求别人随顺我。 要求我随顺别人啊，这个事情好办呐、啊。要强迫别人随顺我难呐。啊，饮食起居里头，一定要随顺我喜欢吃什么，你们大家跟我吃什么难。啊，应该怎么样？ 你们喜欢吃什么，我就喜欢吃什么，容易呀、啊！啊，走到哪里都欢喜呀、啊。啊，没有一样不随身啊，这样多好呢，一点都不麻烦人。 诸位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到你德行、学问有成就的时候，啊，在家一样教化众生，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就是在家人，啊，我跟他的时候，他在台中弘法已经十年了。 啊，那个时候，他有一个台中联社，啊，又建立一个磁光图书馆，啊，这两个机构啊，啊，我参加了磁光图书馆的筹备工作，啊，我去的时候正在筹备。 啊，快要成就了，啊，我去好像是一个月之后，这个图书馆开幕，啊，他办了两个托儿所，啊，以后办孤儿院，啊，办医院，那是以后的事情，啊，在当时，啊，这个是教化生年。 台中联社的联友，那个名册二十万人呐、啊。你看他登记的有姓名、有地址啊。啊，一个在家居士，啊，在一个地方，啊，教学讲经十年，啊，他的学生听众有这么多人。 那么到这个地位的时候，呃，你就更要小心谨慎了。啊、我们遇到一张事情，啊，遇到什么事情呢？有人供养花生给李老师，哎，李老师吃的很高兴，啊，分给我们大家吃，哎，很好吃。哦，这个话传出去了，哎呀，李老师喜欢吃花生。 以后每个人都送花生，哦，送的是花生，吃不完了。啊，这个事情啊，我相信将来每一个同学，你们有成就都会遇到。啊，千万不能有嗜好啊，有嗜好麻烦就来了。啊，第二种什么都好。 一切随缘啊，不能说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啊！你只要有一喜欢，人家就投其所好，东西都来了啊！那李老师真的是有智慧呀！啊，别人送东西太多了了，马上就分掉。 啊，分给学生，分给听众。啊，讲经的时候想吃的东西很多，就分给听众。啊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吃的东西不能留啊，留起来就坏了。啊，越新鲜越好吃啊。 决定没有贪心呐！啊，别人供养他，他把他给供养大众，广结善缘，那个缘越结越广啊！啊，自己结了善缘，也带供养他的人结了善缘，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。 这些都是事实啊，所以同事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，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定力，知道自己的智慧啊。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很深的定力，没有这个艺术及这个这个智慧， 特别要小心啊！你比如啊，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啊，有喜欢赌博的，你能不能跟他同事？啊，你也去跟他一起去赌去？那你要没有定力，没有智慧，这个不能干呐。 哎，我们干不得啊！我们渡不了他了，会被他渡跑掉啊！吃喝玩乐啊，这些同事那是最难的，那是最高的艺术啊！除非你真有这个本事啊，真有这个定功行啊，你渡他们就要用他们的方法。 啊，所谓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你跟他方在一起玩，这好玩的人，你玩的超过他，他佩服你，哎，你才能躲他，他才相信你。 啊，你跟他一块打牌，你一定赢他啊！每一次都赢他，他服了你了。啊，他会去向你请教啊，你的牌怎么打？不打的这么好啊,啊！我是用般若波罗蜜给你打牌呀、啊。这一下就把他引到佛法来了。啊，什么是般若波罗蜜了？真实智慧。 真实智慧呀，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，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啊，无论在哪一行，你可以跟他一起跳舞，那跳的都最好。有智慧嘛？智慧从哪来的？佛法当中来的嘛？界定慧嘛？啊，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就不可以这样做法。 你这样做法，你一定会堕落，啊！所以四摄里头，布施、爱与利行没有问题，同时那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智慧定功，啊，没有真实的智慧定功，这一条要特别小心，啊，看看不行，赶快就退转来。 发生菩萨行啊！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·五十三参》里面看到啊，胜热婆罗门啊，他修的是什么？欲痴啊！啊，甘露猴王成慧呀、啊，法说密多女。 是妓女啊！你看看这三个人表的是贪嗔痴啊，他用贪嗔痴来经营众生，来度化众生啊，这个就是四摄法的之同事啊，那是什么样的定力？ 那是什么样的智慧啊？是什么样的艺术啊？他能把这个贪嗔痴很重的人，都把他拉来修佛啊？我们今天讲啊，高端的手段呐，啊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、啊。 啊，你不要看到他那些行为，好像戒律都没有了，啊，戒律、戒定慧都没有了。实际上，他戒定慧圆满的、啊。这个就是凡夫看不出来，凡夫只看形象，不知道深知、啊。真正有智慧的、高明的人。 他能看得出来，他看实质。哦，你这个外面这个是是是是,是手段，啊，是假象。啊，所以四摄是菩萨教啊，佛陀教导菩萨，除世待人解无。 啊，要用现在讲是最高的艺术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呐、啊，啊，菩萨能跟九法界众生处的那么好啊，所以才能够。 普度众生啊，四摄不能不学。四摄是手段啊，菩萨功德实实在在讲呢。 落实在六波罗蜜啊，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思，后面一条是智慧，是理，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。佛为受法方便起见。 把它归纳啊，无量无边的事归纳为五大类啊，无量无边的理归纳为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些方法。 我们都应当要学习，啊，要很认真的学习，受用无有穷尽呐、啊，六波罗蜜。 说再讲呢，是六种对治的方法，也就是说，佛把六道众生的毛病习气都找到了，毛病习气很多啊，把它归纳为六大类。第一个大类，惊叹。 坚是坚令啊，吝啬啊！你有的不肯布施啊，不肯给别人分享啊。我们一般人讲很小气啊。愚、啊，明文利扬无欲六尘，贪而无厌呐、啊。 这是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啊，所以，在六道三途里面生生世世不能够超越，原因在此那佛用什么方法？那对峙呢？佛用布施。 这布施里头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治病的啊！啊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、啊、什么时候布施达到究竟圆满呢？我们这个坚令心没有了，这布施就圆满了。 治病的吧？对于事出世间法，确确实实没有丝毫贪念的心，没有丝毫坚定的心啊！我拥有舍不得给人，没有这个念头。 不管什么人，喜欢都欢欢喜喜的布施供养，绝定没有吝啬啊！你布施菠萝蜜就圆满了啊！第二个我们的毛病，五业。 卧息期由于内有卧息，外面呢遇到云，它就造威，这个卧息期。 是无量劫累积的从孩童，你仔细观察就有我心啊，就能显示的出来那佛用什么方法呢？ 用持戒啊，用戒律来规范你啊，根本的这个戒学就是涉善无戒啊，杀生、恶业啊，你看小朋友这些小动物。 啊，喜欢抓来玩，啊，抓蜻蜓，抓蝴蝶，一直到把它玩死。啊，偷盗，啊，念舌妄语，啊，佛讲这是物业。 用持戒的方法来对峙。啊，持戒到什么时候圆满呢？恶业没有了，不但恶业没有了，恶的念头都没有了，啊，出世待人皆无，没有一丝毫的恶意。你的持戒波罗蜜圆满了，啊，所以戒律是对峙恶业的。 你要懂得了，佛门里头，宗门脚下，祖师大德常讲：上上根人，什么是上上根人呢？上上根人会修，从根本修，根本就是从心地上修。你看，心地上对世出世间法没有一丝毫兼贪，哎，不是波罗蜜圆满。 啊，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恶意，哎，持戒波罗蜜圆满了。他从这里用功啊，快速啊，啊，宗门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二十四岁他就圆满了，啊，五祖人和尚就把衣钵传给他了。 人和尚当时的道场，差不多有三千人啊，跟他的时间都很久啊，啊，特别是神秀法师，多年跟他法没有传给他，传给一个南方来的啊，这么一个年轻人，二十四岁传给他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六波罗蜜圆满。 六大类的毛病，他断尽了啊。第三个毛病啊，嗔恚啊，嫉妒成会佛用忍辱的方法来对峙。啊，决定没有嫉妒心。 决定没有成会的意念，忍辱波罗蜜圆满啊！第四个是呢懈怠懒惰这是众生不能成就的原因呐、啊。佛用精进来对治。 懈怠、懒散、断尽了，没有了；精进波罗蜜圆满了，啊，再就是心地散乱，啊，一天到晚妄念很多，啊，不是妄念就是昏沉。佛用禅定的对峙。啊，所以妄想断掉了。 散乱没有了，意志能集中了，禅定波罗蜜圆满，啊，最后一个是愚痴，啊，愚痴是什么？真假不能辨别，邪正不能辨别，是非不能辨别，利害不能辨别，这人很可怜呐、啊，叫愚痴啊。 佛用般若波罗蜜来对治啊！什么时候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清楚了、明白了，一点不迷惑了，一点都不愚痴了，般若波罗蜜圆满。这六个圆满、六种病没有了，给诸位说，你就成佛了啊！ 佛法千经万论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，这三百余会也，四十九年呢，无非就是说这个，啊，所以六度四摄了，就全部都包括了，啊，六度这是内容，啊，真实的学问，界定慧三学，应用在生活当中。 不是待人接物，就是四学啊，四摄跟六度，把整个佛法通通包括了，一法都不漏。一切菩萨功德，摩尼王云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